我们看到您一个人无怨无悔、任劳任怨地带着孩子，我们真是非常的感动。不是的，不是我一个人。我觉得天底下所有的母亲都是伟大的，我只是做我应该做的事情。我们先走了啊。好好好，再见啊。再见。哎，秀爷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不会是里面的女主角吧？我怎么会是女主角啊？哎，雪，让一下，让一下。哎，既然你来了，就陪我去看看奶奶吧。你看快点。啊。奶奶。二丫头，二丫头，你终于来看奶奶了。二丫头，你不要奶奶了。啊，是。我雪雪说你跟一个骗子跑了。哎呀，你不要奶奶了。你说的，我那天很生气嘛，就随便说的。随便说的。安丫头，快来，来！哎呀呀，怎么回事啊？啊，你又不来看奶奶？奶奶说你不要我孙子啦？不是，不是这样的。那你为什么不来看奶奶呢？还是这儿有人欺负您？我不是说了吗，要有人欺负你就告诉我。是苏明欺负你吗？如果是他的话，我将来一毛钱都不给他，我看他敢不敢欺负你。嗯，不是，我找到一份工作，特别忙。工作？嗯。哎呀，你是秦家的孙媳妇，你还要什么工作啊？哎，你，哎呀，如果你还需要钱，奶奶每天给你一百块，啊不，一万块。奶奶，你这样给我会破产的。破产？就算破产，我也要安丫头，我只想安丫头陪着我。安丫头，奶奶给你打个小报告，这段时间你没来看奶奶，你不在的时候，这个混小子那天带来了一只狐狸精回来看我，那只狐狸精啊，还虚情假意的，他还给我。怎么啦？你嗓子怎么啦？那只狐狸精，我一看他就是虚情假意，根本不像你，还说唱歌给我听。他唱歌的时候，奶奶，闭嘴！我说的都是假的吗？臭小子！哎，他还说，他如果唱歌给我听呢，也学你，跟我要一百块钱。结果他连唱都没唱就跟我要一百块钱，真不要脸。而且我都不晓得他到底是跑来干什么的。那个女人呐，就是狐狸精，我看她就是来敷衍我的，她就是一只狐狸精。狐狸精，停。好，这个镜头啊，这个镜头 OK 了啊， OK 了，没事了。现在到拍下一个镜头，喂他吃药。哎，好好，你站这儿了啊，来扑哧过来，机位在那儿啊，机位低一点，拍一个仰拍啊。好。秀妍，哎，秀妍呢？他刚才在呢。那人呢？哎，那个，你们看见豆豆他妈没有？他刚才说上厕所没回来吗？哎呀，你看这，对，别生气啊，我马上去。你看这事弄的，马上去找他。你看，关键时刻他老掉链子，拜托各位等一会儿，赶紧去，赶紧去。没事。这个女人怎么会在这里？你给我说清楚。哎，丫头，就是他，狐狸精。我去公司找你，他们说你来了医院，我还以为奶奶病重呢，没想到你跟这个女人在这里幽会。走，先出去。走啊。安秀妍，你已经被赶走了，你还回来干嘛？出去吧。不要回来，行。打人了。喂，你没事吧？啊，你打我，你凭什么打我？你凭什么打我？你凭什么打我？凭什么打我？狐狸精还打人啊！丫头，没打疼你吧？他走得快，要不然我一脚踢上去，我咬得好疼。踢得好，做得非常好。啊，哟，没事吧？啊，放开我！走，快点！走！放开我！那个女人为什么会在这里出现？你跟我说清楚。我奶奶喜欢听她唱歌，我就把她找来了，怎么不行啊？我最近发生那么大的事情，你都不帮我，你却跟那个人在这里消遣。
亏我不傻。你以为我找不到你吗？够了，你以为你是谁呀？关你什么事啊？我告诉你啊，站在那里给奶奶唱歌的人应该是我。我奶奶不喜欢你。你不要老拿你奶奶当借口，是你自己不想跟我结婚吧？我不需要跟你解释那么多，总之麻烦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奶奶。虽然我奶奶经常骂人，但我没见过她骂人像骂你那么厉害。松平，我不是故意惹你奶奶生气的，我最近发生那么多事情，我真的很需要你的。所有的事情都是你自找的，你的行为给公司带来多大麻烦你知道吗？要是你明智的话，请你赶快走吧。那些照片是合成的，是有人故意陷害我们，他们这么做就是为了破坏你跟我之间的关系。宋平，你一定要相信我呀。这些话你还是留着对媒体说吧，不必在我面前解释这么多。宋平，还有啊，你知道我最恨的是什么吗？就是背叛。秀妍，你有没有职业道德啊？节目录了一半，这么多人等着你呢，你跑去给秦家老太太唱歌去？拍摄还顺利吗？不是，你跑去给秦家老太太唱歌为了什么？为了秦松平吗？你想说什么啊？你忘了怎么说我的吗？你跟秦松平是两路人。我刚才看见他跟方子怡在走廊上说话，他是好人吗？他是个骗子，花花大少。我现在跟你说什么你都听不进去是吗？那就闭嘴吧。你自己好好想想吧。感觉拍的还不错。还可以啊。各位辛苦了，这个节目今天就会播出，导演是吧？哎，是的，是的，晚上六点啊。这个节目应该不错，哎，应该是相当不错的啊。我剪的时候都流泪了。嗯，秀妍、浩然，你们辛苦了。美芝，我觉得这都是你策划的。真的吗？嗯。洗手间。哎，你们回来了，啊，你们这是干嘛去？他突然说要谢谢我那天陪他去郊外，非要请我吃东西。哦，挺好的。哎，去吧。哎，对啊，走吧走吧走吧。哎，有这种事不要干，你就是干骗子的料。哎，安然，哎，等等我。希望安然他不会怪我。不会了，孩子长大了，自然就能理解了。好，
们肯定有事瞒着我。啊？没有，快，快吃面，吃面啊！哎，二人，干嘛？哎呦！你怎么了？啊，我这肚子，哎呦！你怎么了？肚子疼。你真是的，每次跟你出来不是虚脱，就是拉肚子。你到底怎么回事？我这肚子疼得厉害，快陪我上个厕所，快点！老板，钱啊！哎，好嘞。我就坚持着。如果我倒下来，我的孩子怎么办？您真是位伟大的母亲啊！我们看到您一个人无怨无悔、任劳任怨地带着孩子，我们真是非常的感动。不是的，不是我一个人。我觉得天底下所有的母亲都是伟大的，我只是做我应该做的事情。老包，好了没有？难道你刚才是假的？豆豆是我唯一的亲人。